求救信号。奇怪，布兰星通用的求救信号怎么会在地球上出现？不管了，身为普兰星的医护人员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我浑身都不舒服。宋小小，你好点了没有啊？我已经发了呼救信号，可这里是地球呀，恐怕没人会来帮忙啊。呼救信息好像是从这边发出的。我浑身又痒又痛。难道求救信号是你们发出来的？是水玲玲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布兰星的救护员。可我们是他的敌人呀，他会愿意帮忙吗？放心吧，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，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，所以医治病人是我的职责。你得的是花粉过敏症。一定是这盆花惹的祸。我马上把它收起来。超能板。好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。这真是太好了。你们要记住，这段时间不能再接触到花粉，不然病情会变得更重。谢谢了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拜拜。红斑开始消退了，感觉好多了。嘿嘿嘿，说的没错，这次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小呀。亲爱的蚂蚁们，这次还是代表了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出现在意大利的比萨斜塔。水灵灵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来了。你拿着药箱是去哪儿呀？风小小得了花粉过敏症，我帮他治疗了。干嘛要帮他们？你太善良了，他们平时那样对我们。可我是一名医生，不能不管。水灵灵说的对，就像书上说的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行善是件好事，我们应该多多行善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为梦想出发。哇，这座塔好奇怪呀，怎么是歪的呀？比萨斜塔是一座独立式的罗马式建筑风格钟楼，它是1174年被发现有倾斜的现象，但经过深入研究后，大家发现建造塔身的每一块砖都是石雕的佳品，而且粘合得极其巧妙，让它不会发生断裂倒塌。直到现在，斜塔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，它斜而不倒的奥秘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。据我探测到的信号，小灵珠就在塔顶上。斜成这样，难道就没有人帮他扶正一下吗？要是扶正了，那就不叫斜塔了。慢吞吞，我们先走了。又是雷震着他们。快追！这帮家伙像牛皮膏药一样难缠。我来对付他们，你去拿小灵珠。就凭你一个，就想对付我们五个人？哼，这可不一定，我还有秘密武器呢。那是水灵灵的超能板，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一定是我治疗风小小时被他偷走了。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了，机甲召唤。水灵灵，你和木吞吞去追风小小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三个吧。对，我们会把超能板抢回来的。大力金刚拳，让你瞧瞧我的新技能，飞魔电水炮。等等，我来救你。快，这招还真不错呀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我雷震震。被电麻了吧？这一切长一智，看来我要用远距离攻击了。飞眼粘土。
被粘住了。嘿嘿，这下你们没辙了吧？风小小已经拿到小灵珠了，我去瞧瞧。快点想办法阻止他，不然小灵珠就要被他抢走了。有办法了，五行召唤，聆听吧，爱心的呼唤，神梦战神。让你试试我的花粉攻击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，这种小玩意儿别想阻止我。快放开我！你先松手。糟了！被电的手脚发麻，动不了了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风小小已经拿到小灵珠了。快点，你坐到我的神尊机甲，用花粉。快发射！他对花粉过敏，只要打中他，小灵珠就是我们的了。可是风小小的病刚好，如果再吸入花粉，一定会病得更重的。我是一名救护员，我的职责是医治别人，而不是让人生病呢。你走吧。水灵灵，机会来了，风小小，我们快撤。快扶我起来，我们离开这儿。等等。这是你的超能板，还给你，我们扯平了。怎么样，你们还好吧？小灵珠被他们抢走了。是我把风小小放走了，对不起大家，都怪我的犹豫不决，最后把小灵珠弄丢了。不，错的是我，书上说险恶的人才会用险恶的办法，我要向你学习，在善与恶的抉择中你选择了善，这才是正确的。说得对，水灵灵的才是正能量。大家谢谢你们。小灵珠总算到我手上了。吃吃吃吃我的天神雷波。你开不开心都电我呀。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，让人透不过气。金彤彤，快去把空气净化器打开。你总算活过来了。那些不明气体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你在煮什么呀？我鼻子都快呛掉了。哼，这是我新研制的试剂，专门用来对付五行蚂蚁。奇怪，好像还差点什么。住手！废气果然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雷震震，你这是污染空气，破坏环境。那又怎样？这里是地球，又不是布兰星。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就是，说得对。别吵了。
你们这是噪音污染。吵吵嚷嚷的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。怎么失灵了？飞岩粘土，嘿哼。烈火流星。我的试验成果全没了，看你以后还怎么污染环境。博士呼叫我们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可恶，算了吧老大，反正研究都失败了。闭嘴，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就差那么一点点了，太气人了。我知道缺什么了，是小灵珠的能量，我要再试一次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到处都是沙漠，小灵珠真的会在这种地方吗？穿过这片沙漠就到达摩洛哥了。摩洛哥是非洲北部的国家，南部紧连这片沙漠，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。代表爱心的人系小灵珠就在摩洛哥的边缘地带。这里真是荒凉，风沙这么大，皮肤变得又干又裂了。这是摩洛哥特有的阿甘树，它的果实榨出的阿甘油是天然的护肤品。让我来。哇，果然感觉好多了。那我再多打几个下来。金刚连环踢。是小灵珠，原来挂在上面呀。太好了，任务完成，可以回去喽。等等，这片土地正在被沙漠不断吞噬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那我问问博士有没有办法。小灵珠拿到了吗？小灵珠是拿到了，不过这里的环境正在恶化。博士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对付风沙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植树了，正好我有好东西要传送给你们。它们是我最新研究出的种子，生命力惊人。这些种子第一次来到地球，应该有个新名字才对，叫什么呢？它们代表了摩洛哥美好的未来，就叫摩洛时光吧。这个名字真好听。那我们就一起献爱心，为保护环境做一份贡献吧。看来我还没来晚嘛。你们来干嘛？当然是搞破坏了，谁让你们上次破坏了我的实验。这次老大利用小灵珠的能量重新完成了实验。火松松，我们上。让你们瞧瞧我的实验成果，酸液弹发射。五行召唤，聆听吧，爱心的呼唤，神木战神。博士的种子。快住手，你的酸液会腐蚀这片土地，植物以后都不能在这生长了。是吗？那你快交出小灵珠啊，不然我就
否则我就让这里寸草不生。知道厉害了吧？哈！不可原谅！风小小，还不快解决他！暴旋龙卷风！酸液弹扫射！木头盾！你的神尊机甲已经完蛋了。哼，种子们在呼唤我，叫我不要放弃。谢谢你们。太好了，终于收集完人系列的小灵珠了。嘿，哈，哈，他的机甲升级了。什么？好样的，木吞吞，快投降吧！闭嘴！看我先收拾你们！酸液弹扫射，试试我的新能力，种子的力量，植物生长。怎么回事？突然长出了仙人掌？老大，我们还是暂时撤退吧。不，破坏环境的坏蛋，我绝不饶恕你！植物生长。博士的种子就交给你了，木吞吞。植物生长，叫水泡泡。哇，希望这些种子跟我们的梦想一样，生根发芽，最后长成大树。你轻点啊！每次你都要大喊大叫。啊，风小小，老大，这只是个意外。可恶的木吞吞，居然敢抢本天才的小灵珠！快去想办法给我夺回来！我都已经习惯了。